咱们看一下号的底子，159级啊，5000的人修啊，500的猎术，宠修6400，辅助技能满强身、满强壮、满神速啊，四打再加2000，所有技能逃离追捕、养生健身、融会贯通，技能1234567加700，奇经八脉啊，七单，这个七单没法加钱了，因为那把武器必然以后要升级到159啊，先给他按159算，再加上1000，然后看一下他的限量祥瑞有没有组合，比如说九尾冰狐。加青花瓷，九尾冰壶加青花瓷，159级底子全满的话，保底要45000啊。然后智麒麟的话，两个是500，这个的话还是一个限量，这是群雄冠军奖励。战火穷奇的话，现在大概一只是20000，比较多了的话，后期是10000。这只地征啊，能卖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多少钱啊。加上一个250，你们天启的一个冠军指挥费多少钱？这是永久的啊，不是限时的。好看吗？有点像自来也，反正有点像火影忍者，但是说不来像谁。鲨鱼人家都他妈俩色了啊！第一个鲨鱼1000，地征没给你算，飞天猪猪200，海豚恋人500。你这号我估完的钱，你最后一定要加一些啊，因为这种号是买不到的啊，可能单独拆分买每个东西都能买，但是你都凑到了一起，再加上500，独角马染色300，四不像250。龙宝再加400，刚才那个两个一起算了，龙宝再加300，这家伙找一个女朋友给你整理一下祥瑞吧，这也太乱了啊！开明天寿熊猫团子再加上一个500，行囊拓展行囊2000，神器的话咱们火药力火啊，第一套的话是雾爆啊，总共是加上一个30000，水药的话会稍微贵一点，现在水药贵了，水药跟天命蔓延基本一个价格，锦衣青花瓷刚才。有一套染色，别的锦衣染色都加是600，就青花瓷加1000，雨仙哥360啊，浪淘沙1000。听说有的区浪淘沙快到6000块钱了，长安城是吧？出年外了，加360的锦衣啊，差不多了。它地征比较多，地征我不知道加多少钱，地征你就按冠军指挥费加就行。染色绿色加不加钱？老板勇气可嘉，老板起名叫大乌龟，起名叫绿色。在你同情老板的时候，老板可能也在同情你，毕竟老板可能有100个女朋友，对不对？量的累积会有质的飞跃，被绿是正常的。360加1250加1360啊，加31000，加2000啊，再加500，再加200，再加300，再加400，加250，加300，加500，加400，加1500，加1200，加250，加500，加45000，加1000啊，加700，加3000啊，加2000，再加2000，再加6400，再加上一个5500啊。然后这空号的话100000没算递增，空号的话其实如果不算递增的话，我觉得它100007000，就像我买那个号似的，我也估100007000，但是125000我也买了。所以说你要再加上一个浮动，然后关键经验的话，他妈159级还领了个千亿，真能恶心人。175刷经验是为了打符战，你刷经验干嘛？刷经验是闲着没事啊，因为你刀好，对吧？刀好，看看有没有施法特效之类的。施法特效万物生长啊，3000，加染色4000。好，这个号的话，然后地征啥的，我估计这个空号你按照15来啊，空号你加上地征，我估计是按照15以上来。然后这把刀的话，大概我觉得应该是个40+，1060多的武器，40+应该是没啥问题。问题是存利存敏，而且大唐狮驼双不减啊，这个感觉凑凑能买个718啊。但是你是不会开718的，毕竟从迈巴赫下来坐到718上，觉得太硬了。行了，哥，给你号下了。